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成为是论述记，上礼拜到1308页，那么这地方是指这些烦恼啊，跟这个三界九地的关系。1307页这边，它很简单的用一段话啊，就把它做结语。看1307中间，贪痴俱乐通下四谛，这下四谛就欲界加上初禅、二禅、三禅，于其俱乐，也就是说呢，贪痴跟乐受，如果可以一起出来，啊、哦，是只有欲界跟初禅、二禅、三禅是啊、哦，这四谛，然后剩下七个，你说剩下七个是什么？哎，嗔哈。哦嗔拿掉，哦，嗔拿掉，然后贪嗔痴除外的七个，哦，所以这是愚痴，啊、也就是呢，慢疑跟那五见，哎，可以跟乐一起起来的，啊、哦，然后呢，没有在欲界，啊，没有在欲界。可以是在初禅、二禅、三禅通三，它的三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哦。然后疑跟痴啊，疑跟痴，而且是独行痴，就是单独只有无明，只有痴啊。这个啊，下面那个顿号要改成逗点哦。在欲界的话，只有忧跟舍会一起起来。哦，他只这样写而已所以呢，我本来要做表，后来发现哎呀太难做了，不容易做，就算了哦。因为呢，直接这样看说不定就还比较好懂一点。所以你看那个他的说明呢，下明句地，如对法第七杂集论第七卷里面写啊，这个初二定亦有乐，初禅二禅啊，第六意识有乐，所以呢，贪等也可以跟乐在一起啊。那么或者是呢，初定初禅，眼耳身三世与乐俱啊，所以用这样来证明呢，贪、眼耳身、眼耳身三啊，这三世可以跟乐一起。所以用这样来证明呢，这个欲界跟初禅、二禅、三禅，啊、哦，贪吃起来的时候可以跟着乐一起起来，啊、哦，那欲界没问题啊，啊，欲界我们通常我们觉得很乐的时候，都嘛有贪有嗔，有吃，有贪有吃，欲界没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只有写这个初禅、二禅？啊，他现在特别去说明，虽然初禅、二禅已经在禅定的境界里面，但是呢，他的第六意识可以有乐受，所以因此呢，也会跟着贪一起起来，或者是呢，尤其是初禅，还有眼、耳、身三世。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前五世有乐有苦，啊、哦，所以他才会特别去标明这件事情。那如果是舍受，初禅、二禅、三禅下三定嘛，初禅、二禅、三禅啊、哦，可不可以有舍受？有，可以啊，在那种相续末位，等于刚开始那种定的喜乐会比较强烈，可是呢，当他已经有这个禅定的境界很久了，已经习惯了，他也就可以有舍受。啊、哦，不一定都是只有
喜乐受这样子，因为他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那这样的说法呢，都是根据第六识。如果要讲到第七识去的话，那当然很相续，那没话说的吼。那下面逐难配诸地论，就是呢怕你有疑问，所以呢一个一个去讲，所以这个成为是论的文，最主要就是要怕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出来，所以他是把大家认为有疑问的特别挑出来讲，你看贪吃与乐聚通下四谛，理由呢是通六识，六识里面前五识加上第六识，所以这里面呢可以有乐，只有第四禅没有，因为第四禅呢是舍念精进地，那当然一定不会有嗔，因为在禅定里面呢不会有嗔，那于七俱乐，这个是不是在欲界讲？不在欲界讲，理由呢是欲界亦是无乐受故。这句话呢，我们上礼拜说，特别有疑问，可是呢，你如果对下面1308页第二行，1308页第二行，他最后要讲完的时候呢，特别讲一句话：初相的苦乐欲界之中，不在异故。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所以请看，先解释这一段啊。所以请看这个书一眼这边，两个意思：第一，从初相来讲，以不以苦乐聚。因为他这边主要是在讲疑，为什么呢？疑他对那种境界不决定，可是苦尽乐尽说他只是用一个苦尽做代表，包括乐尽，真胜既定，就是那个很明确。为什么我会觉得苦？为什么我会觉得乐？因为那个尽很明确，所以你受不了。我是觉得很快乐，所以呢跟疑的形象就不一样，所以疑不会跟苦乐聚，这个其实他在 前面他在解释前面，现在这个欲界亦是无苦乐受，那疑既然是在第六识，所以无苦乐聚，所以在欲界里面的疑主要呢就是第六意识，前五识不会生这种疑，所以这个是他解释初相苦乐欲界之中，有云初相故说者，初二禁律，初禅二禅，欲界的人天就不是色界了，是欲界的人，欲界的天，还是有这些苦乐杂受的地方，所有苦乐皆在五识，不在意识，就是这句话，你会有苦受乐受都是因为有前五识，不是意识所以我们就是对这句话为什么是这样讲，所以为什么在第六意识的疑不会跟苦乐在一起出现，就是因为这个所有苦乐皆在五识，不在意识，所以为了要证明这个是我上礼拜的参考资料是没有的不是上礼拜，上上礼拜，所以特别去查1151到1152，那因为在上一册，不是我们这个下册，是在上册，所以就把它抄录下来这一个成为是论的文，在五识逼迫四月无分别名为苦乐，是在五识特别强调五识没有分别苦乐，意有分别逼迫四月，所以意是跟忧喜，这是一个讲法，前五识跟第六意识，苦乐属于前五，忧喜属于第六意识，那又在五识逼迫四月二句出众，比较出众的是五识去感受
苦乐，在意是轻微有喜，所以另外一个分别是这个，一个出众，一个轻微。所以你看1308页第二行写的，出相苦乐欲界之中不在意故，就是根据这个。出众的是前五识感受，不是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感受的只是轻微的忧喜，下面更是补充说明这个意识。在意识动涌逼悦叫喜忧喜，在五识但动而不涌，所以是苦乐。哦，这又是跟前面的那个啊，苦乐一定在五识啊，是出的，然后呢，忧喜在意是轻微的。可是里面呢，再分啊，在五识是动而不涌，那涌是什么呢？涌药。那动呢是出动。哦，所以对于这个呢，我们就从文字上你就很难感受。明明我们凡夫来说哈，你会觉得苦乐的确是比较粗，忧喜是比较细。那有时候呢，像那一些受过特殊训练的，譬如说这个特战部队啊，或者是间谍啊，透过训练的话，啊，他身体可以承受那些苦乐，但是在第六意识里面呢，他不觉得那么苦，是可以这样子的。那现在呢，陈维树论这边呢，他就采用这个讲苦乐。前五识在意识忧喜，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你看回1307页倒数第三行，为什么这个慢疑跟五见要跟乐一起起来，是不是在欲界？因为欲界的意识无乐受，也没有苦受。我们上礼拜看不懂就在这里，为什么欲界意识无乐受？就是前面这边的，把五识跟第六意识分开，五识苦乐是在前五识，第六意识是忧喜，所以欲界意识无乐受，也无苦受。哦，可是呢，如果是通次上三谛，初禅、二禅、三禅，他的意思就是那个陈维士论的文那个除欲通三，啊，哦，就那七个可以跟乐受一起起来的，不在欲界讲，而是呢初禅、二禅、三禅，你有慢有疑，啊，哦，然后有五见，可以跟着乐受一起起来。是在初禅、二禅、三禅都可能，为什么？因为最后一句为意识句，因为是从第六意识去说的。哦，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如果没有对照前面的那个，啊，或者是没有了解1308页第二行那一段话的意思，就很难理解。怎么说欲界意识无乐受？我们明明是欲界的众生，我们的第六意识里面会有苦乐受啊，怎么会没有呢？哦，所以我们的那种认知跟唯识他们的定义，我讲的是这样，不一样就在这里。哦，好，那么1307页最后两行，下足难事啊，就是呢。接着另外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事先先加以解释，这样叫做足难事，啊，也就是说假设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陈维士论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以许四受具，哦，也就是呢，你看那个第一行1307页第一行啊，邪见即以四具除苦，只不会跟苦受，可以跟着乐忧喜舍，哦，所以
所以呢，倒数第二行才会说，哎，那个乙虽然允许跟其他四种兽一起起来，无名呢，啊，可以跟着五兽一起起来，啊，因为就是那个1306页最后一行最后两个字，吃与五兽皆得相应，然后邪见跟乙只是没有跟苦兽，其他四个相应，哦，所以因此最1307页最后两行才会说，虽然前面这样讲过了，乙可以跟四兽一起起来，无名可以跟五兽一起起来，可是你可以加一个可是，乙在欲界只有跟忧舍一起起来，本来应该四个啊，哦，乐忧喜舍四个啊，但是在欲界的话只有跟忧舍一起起来，不以喜一起起来，为什么？他就引用对法杂集论第七卷讲，因为在欲界那种以不决定心如果没有习掉，喜不生故，哦，所以 我上礼拜上一次一直喜欢举例的就是说，你怀疑自己的先生有小三，所以你再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喜都生不起来，哦，就是这个喜不生故，哦，所以他是用这样的解释，你对那个境界不决定的话，你有疑的话，你那个喜生不起来，哦，可是那色界呢，色界里面的疑为什么跟喜不生不起来呢，啊，还是可以呢，是因为你看疑上尽虑有喜乐定力所引持故，所以可以起来，欲界不行，那色界为什么可以，因为它是有禅定所引发的喜乐，虽然他在禅定里面，比如说他出禅，他对二禅有点怀疑，是不是值得上去啊？我们还是不是值得继续往上修，对上面的定有怀疑，但不会因为有怀疑就没有喜乐，因为出禅本身就有喜乐，那你如果从二禅想要升到三禅，你对三禅有疑心，并不会因为有疑心你的内心就不会有喜乐，因为是二禅带给你的喜是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说呢，哎，在色界的话疑可以跟喜乐聚，所以那这样疑为什么一开始总说是可以跟四受聚啊，只是没有跟苦而已啊，就是呢他通说欲界色界通说，否则的话如果这一个如果单独讲欲界的话，就是《成唯识论》里面讲的乙在欲界只有跟忧舍在一起，他没有跟喜，哦，没有跟喜，哦，但是乐可以有，他只是没有喜，哎，不，没有喜没有乐，对不起，没有喜没有乐，对不起，没有喜没有乐，哦，他已经没有苦了嘛，然后只剩下乐、喜、忧、舍，可是这时候呢，还有乐，没有乐了，没有乐，对不起，没有乐啊，欲界没有乐，也没有喜，没有乐没有喜，为什么欲界为什么？就没有乐没有喜呢，就是最后一行讲的不决定心未喜，喜不生，喜都不生了，乐怎么会生呢，喜乐都不生，哦，是这样子，所以只有跟这个忧舍，可是如果在色界里面呢，他虽然对往上升上去的禅定带着疑心啊，但是1308页第一行写的啊，喜乐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跟着那个乙在一起出来，哦，那无名吃啊，1308页第一行最后三句话就是
独行无名跟理一样的讲法啊，也是只有忧舍没有喜乐这样子。好，啊，那理由呢就是哎，出相的苦乐欲界之中不在意，只有在前五世。好，这边呢就比较详细的说明完了。那最后呢他说哎，余受俱起如理因之。余受呢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烦恼啊，五见跟其他的喜舍啊，你看那个第四行1308第四行，贪等与喜舍相应在何地啊？五见跟疑跟其他的喜受等相应在何地，皆令如理而知。哦，嗯，我们想说，那我们你这样写，我们哪里知道如理而知怎么知啊？哦，所以请看这个书一眼，啊，书一眼站在我们凡夫初学者的立场，都知道不容易如理而知啊。哦，所以一说，诸烦恼与喜舍相应，通下三谛。哦，就因为1307页只有跟着乐去讲，你看贪痴俱乐愚痴俱乐是跟着乐一起讲。哦，那个苦啊，苦前面在1306页那边呢啊，最后一行跟到1307页第七行这边有都有说了啊，所以呢就是呢1307页为什么单独写这些啊，他的意思说其他你们自己推，那我们推不，我不知道你在叫我推什么啊，所以呢这个书一眼就干脆帮我们写诸烦恼跟其他的喜舍苦不说了啊，或者是忧啊，这些通下三谛。你看于其俱乐除欲通三，可是这边的通三啊，不再是前面那个除欲的通三，除欲的通三是没有欲界初禅二禅三禅，这边的是通下三谛，欲界初禅二禅。你说为什么？因为三禅只有乐受没有喜受，哦，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三禅是离喜妙乐地，所以他没有喜，只有乐。哦，那再来欲界呢？除地狱及苦处，哦，除了地狱及苦处，只有苦，什么都没有，什么乐啊、喜啊、啊忧啊这些都也没有舍。地狱及苦处只有苦。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地狱中无分别烦恼故，也没有其他的分别烦恼，所以也没有这些什么什么乐啊喜啊啊这些的，没有。如果除了地狱之外于杂受处，那有第六意识就可以有忧喜舍。哦，他是这样推，就像我们欲界的凡夫，哦，人间，那这苦乐忧喜舍都有，苦乐忧喜舍里面都会跟着这些烦恼一起起来，烦恼会跟着苦乐忧喜舍一起起来，这就是杂受处，有乐。有喜有忧啊，有舍，啊，当然也就有苦这样子。所以等于呢这个书一眼只是把比较特别的提出来说明，其他的就可以以此类推啊。特别写的就是呢哎，这个第三禅哦，只有乐受，哦，然
然后呢，否则的话呢，啊，跟喜舍相应的是欲界、初禅、二禅。那欲界当中啊，除了疾苦处，没有那么多可以什么苦乐忧喜舍的，就是苦了，纯苦啊，而且没有分别烦恼，就是苦啊。然后除了这之外，杂受处呢，都有苦乐忧喜舍啊。所以逐难解以易之余也啊，所以你看那个第五行写到，故言余受聚等聚起啊，聚起，跟着烦恼可以一起起来的哈、哦。那逐难解以易之余也这句话就比较难懂啊。准论中说啊，成为是论列举的这些贪吃聚乐道仪独行吃为欲为忧舍等这些，通通都是呢。特别有问题的成为师论特别针对你可能会有问题的提出来加以解释，逐难解矣，这是易之余也、啊、他说呢，这个余受聚集者此文忧是逐难解之余矣也、啊、特别呢去讲到这些忧、啊、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另外多出来补充说明的、啊、以上到这里就是十个烦恼，也就是六根本烦恼，但是那个不正见分成五见嘛，跟着苦乐忧喜舍五受怎么样一起起来，哪些条件会一起起来，哪些不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呢，对于唯识里面解释说、哦、什么情况之下什么境界啊，你起烦恼的时候跟着这些受会一起起来的状况、哦、那这个还出相哦、啊、因为他在前面你看那个科判1306页等于复习1306页最后两行，这个是随出相去说的哦，说的比较粗略哦，细的话呢，就是要从前面，啊，从前面这一个1301页这边开始，这边才是细的说法。他先说细的，后来才说粗相的。所以呢，细的我们就这样念着《成为是论》，再复习一次哦，不需要再看数据了哈、哦。你看贪嗔痴三。不管是俱生起分别起啊，原则上来说贪嗔痴三个都可以跟五受一起起来哦，也就是特别去讲这个，就是要跟有些论词强调啊，贪只有喜乐舍啊，你看到1302页第四行啊，贪只有喜乐舍，不是成为师论讲的是说，基本上说起来贪嗔痴都可以跟着五受喜乐忧喜舍一起起来哦，只是呢某些情况之下论里面特别会去说一些状况，所以他要去解释啊1302页里面成为是论的文，贪会为缘还是可以有贪，还是会生忧苦，嗔会跟着顺境，嗔会跟着喜乐一起起来、哦、不是只有哎忧苦的境界，忧苦受的时候生嗔，然后呢喜乐受的时候生贪，不是哦，贪也可以跟着忧苦一起起来，嗔也可以跟着喜乐一起起来哦。然后呢1303页特别去讲慢，贪嗔痴讲完嘛，接着讲慢。慢的话，不管是俱生起、分别起的慢，容与就是可以允许，除了苦受之外的四种受，所以等于乐、忧、喜、舍都可以起慢。哦，下面去说明理由啊，为什么？这个是苦烈运的时候可以忧相应起慢，因为有一个事
在这里面你还自己起高慢心这样子、哦、那另外一个讲法，所以你看他第二行写的是有意，另外一个讲法俱生起的慢，俱生就是俱生起的慢，也可以跟苦一起起来。前面那个讲法是说除了苦之外，不管分别起俱生起的慢，就是不会跟苦啊，不会跟苦啊，只会呢跟着喜乐啊，然后呢忧舍这样。可是呢第二师的讲法是分别起的慢跟俱生起的慢不同，俱生起的慢可以跟着苦一起起来，因为从意第六意识去说的。可是如果是分别起的慢，那在极苦的地狱无间地狱里面就没有分别起的慢，只有俱生起的慢，没有分别起的慢，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环境啊，没有邪师，没有邪教，没有环境、哦、然后一三零四页呢就特别写的说这样子的慢呢、不会造那个隐恶趣的业，因为要造那个隐恶趣的业的慢呢必须是分别起的、哦、这特别讲到慢贪嗔痴慢。接下来一三零四页疑跟后三件身边二件拿掉，为什么？因为身边二件为无记性，有一个特点在这边，所以他就先解释后三件跟那个疑一样，四受没有苦受，没有苦受、哦、所以欲界的疑没有苦，但是可以跟喜受啊，可以跟喜受在一起。那这个见取戒禁取啊，一三零五页见取戒禁取，若缘忧惧见等，而是得与忧相应。哦，所以见取戒禁取可以跟着忧一起起来。特别是沿着那一个啊，这个你的观念，你的戒禁取见，把它当成是为最殊胜的能得清净的涅槃的因，这时候呢为什么还会跟忧相应呢？就是在第四行最后一句话啊，忧其不速得涅槃，因为你认为那个是最殊胜的，然后认为是最可以得最殊胜涅槃的因，可是你内心里面想，我是不是这样子修会不会太慢了、啊？是不是这样修会不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得涅槃呢？哦，所以为什么可以跟忧相应？哦，好，那接着呢，这个疑跟后三件讲完之后，接着讲身边二件，啊、哦，那俱生的身边二件。跟分别起的身边二见，第一师的说法啊，不要忘记哦，这个是分成两师哦。第一师的说法，俱生起的跟分别起的，俱生起的只有跟喜乐舍，理由呢是非五事俱，所以不跟苦啊，然后呢为无记故，所以不跟忧。因为忧本身啊，只有喜，只有善跟不善，它没有无记性，所以身边二见不会跟忧，然后呢，不是跟五事在一起，所以不会有苦。他的理由是这个，第一师的理由是，可是如果分别起，他除了苦受之外，啊，可以有四受。所以这个这是第一师的讲法。第二师的讲法一三零六页，身边二见俱生起的，你说那分别起的呢？分别起的同第一师不特别去讲，
就是讲俱升起的。所以你看第四行，一生灵月第四行，此第二师分别二见同前，分别起的身边二见，跟第一师一样，就是俱升起的身边二见，啊，可以有苦受。不要忘记，第一师只有喜乐舍，没有苦受，但是第二师呢是可以有苦受，身边二见可以有苦受，因为纯受苦处。还是有身边恶见，还是会觉得有苦受。这个就是很详细的去分开去说明。可是如果不那么详细分别，那就是一三零六页比较最后一行啊，最初的这种讲法，贪慢。你说那嗔呢跟痴呢后面讲哦，所以先讲贪慢四见啊，乐喜舍惧，哎，这四见除掉邪见，为什么除掉邪见？因为你看一三零七页第一行特别把邪见跟疑放在一起，所以贪慢四见就是呢，身边见取戒禁取这四见可以跟乐喜舍，嗔只有跟苦忧舍，苦忧舍，然后呢痴跟五受，贪嗔痴，痴可以跟五受，慢就是跟前面的贪一样，疑跟后面的邪见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划分，贪嗔痴慢疑，然后五见里面前四见跟邪见跟这五受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比较简单哦。可是如果要讲到跟三界九地的关系，那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特别去讲的一三零七页中间这个哦，所以等于这个就是十个烦恼跟五受之间聚起不聚起，成规书里面写的这么详细。所以上一次呢才特别呢根据这个初相的说法啊，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个哈，那个苦受跟什么烦恼？嗔跟痴。苦受就是嗔跟痴。乐受呢，除了跟嗔之外，都有可能。其他的烦恼都可能，就是跟嗔不会有乐受。那忧呢？啊，嗔痴。以邪见都会生忧啊，嗔痴疑邪见。那喜呢？喜受呢？一样，跟乐一样，不会跟嗔在一起，其他都可以。所以喜乐通通都是跟嗔不会在一起。那舍呢，十个都可以，贪嗔痴慢疑五见都可以跟舍在一起。所以我这样子整理呢，是从苦乐忧喜舍五受会跟哪些烦恼对应啊？苦就是嗔跟痴，哎，嗔跟痴。哎，哦，这个就是初相的说法。哦，假设你不想记那个前面那么详细的，啊，你记初相的，啊，这个这样就好记了。哦，好，以上到这里。接着，别境相应，别境相应，就是呢，这四个烦恼跟五别境
五别境是欲、圣解、念定慧。哦，那这个呢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所以你看那个《成慧师论》里面对这一段话只有两行：贪嗔痴慢容五俱起，这个五就是五别境，然后只有一说明一个理由：专注一境得有定故。特别解释呢，贪嗔痴慢还是可以跟定哦，五别境里面的定哦，因为他专注一境就叫做定。啊、哦，贪也可以专注啊，慢也可以专注啊。啊、哦，在这种心专注呢，都叫做定心所，不是禅定的境界哦，是定心所，这样哦。好，然后疑呢，跟五见，就是只剩下四个。啊，你说是拿掉哪一个？那不一定，疑要拿掉圣解。因为疑就是不决定，圣解是要决定、哦、然后呢见五见不能跟慧在一起，因为那五见里面都有那种分别的慧，不易慧故、哦、所以五见都不会跟慧在一起，所以只剩下四个，只有欲、圣解、念、定，这样子、哦、好，所以跟别境就简单了、哦、那对于这一个专注一境得有定，就是倒数第四行啊，贪等四法得五数据逐难解之，此事专注一境啊，得有定故。得五数据，那个 五个数字就是五个别境哦。啊，贪嗔痴慢可以跟五个别境一起起来啊，那么逐难解之啊，那你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可能对那个定会有问题，所以讲此事专注一境得有定故，这样子。所以呢，你看《成慧师论正义》里面呢，他就说为什么要叫做逐难解之？设有问云，假设你突然起了一个问题，这起烦恼有定吗？啊，烦恼未终其有定也，故此是云。专注一境而起贪等，得有定故。哦，他也只不过呢，重新安排组合一下这文字，也没有多解释，啊啊，然后他就接着写啊，疑非决定，没有圣解，见就是会，亦无从出，啊，所以疑跟五见只跟四个别境心所这样，反而呢，《成慧师论》自考，《成慧师论》自考，他一样。假设一个问答，问此相出动何容定聚，为什么可以跟定心所在一起呢？这不是都出动吗？贪嗔痴慢不都是很出动吗？答专注一境得有定故，起码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前面举过的细望天，专注一境起贪等。其实现在不用讲什么细望天，现在很多年轻人专注在打手游，那种贪求那个争取分数、争取成就感、争取破关，很专注啊。里面可不可以跟贪？里面有很大的贪啊，那里面有。可是他就很专注啊，你叫他读书这么专注，做不到。打手游专注哦，那一等一的啊，我们是没办法。以前哈、哦，那个手机刚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俄罗斯方块，哦，那时候呢，手机呢，好像我们家只有我有哈、哦，然后呢，那打那个俄罗斯方块，哎，我太太还会跟我争，换他打，所以他妹妹一看到说。以后绝对不准我小孩玩手机，因为连大人都会沉迷在这里头。你想想看，哎，也不过就是俄罗斯方块，哎，但是你看哦，哎，你要很专注哦，然后什么形状的，你要怎么样安排，要放在哪里，哦，如果你一闪失，哇，那可能很快就 game over。哦，可是如果你排的对呢，哦，他排好了之后，嘟嘟下掉，甚至一次。
修好几条，你就很高兴，好好棒，好棒。所以你看，连我们那种成人啊，碰到那种很简单的手游都会这样，更何况现在的手机游戏设计得越来越精彩，哦，声光啊，声音，然后那些，这怪不得从小学生开始就迷上了。很麻烦，成就是什么？慢，成就就是慢，贪嗔痴慢，对不对？你看我这么行，然后1308最后一行，此之六法就是仪跟五见，各容四句，啊。各拿掉一拿拿下些什么呢？啊，他说，疑是拿掉圣解，因为疑心所的性跟形象，啊，净跟形，对了，形也是形象，都相违，跟圣解啊都相违啊。然后见非慧聚，理由他用一句话，自体不并故，因为见本身也是一种拣择判断的慧心所，所以自体不并故。然疑行生，故定俱转。也就是说，有疑，可不可以有定？可以。你的疑心越疑越深，越专注。所以那个疑可以跟定心所俱转，是可以的，不会因为疑就没有定。哦，所以他讲，疑只有不跟圣解，它是可以跟定心所俱转的，啊。然后呢，再补一句话：此中不问俱生起、分别起，都一样的说法，说皆同故。啊，第二行就比较麻烦，1309页。又问：上来虽有容得，或五，或四，啊，那五的话就是贪嗔痴慢啦，那四的话就是疑跟五见啦，哦，那是或五或四，啊，那么定得五是一时俱否，也就是说，你说容得五俱起，啊，五个。别尽心所聚起，或者是容得四个别尽心所聚起，可不可以一起起来？贪跟着啊，欲圣解念定慧，跟着五个一起起来。他成唯识论没有写哦，是窥基大师自己提出这样问题哦。他说哈，如理因师，你们自己想一想，叫我到你去想，哦，还好。我就把前面哈1194页，还好它就在这一本哦，啊，在下册1194页到1199页里面的成唯识论的文，什么意思？1194页中间开始又说此五，这五个就是别定心所，啊，别尽心所，不是别。啊，别定啊，别尽心所，此五缘四尽生，所缘能缘非定聚故啊。因说开始举例说明，因说此五或时起依啊，于所乐为起希望，于决定为起应解，于承袭为起意念，于所观为起专注。然后呢，这一个。等等等等的，总之科判，你看到科判比较快。1194页倒数第三行，啊，天出于是起一，对，那四个尽，只有起一个别尽心所，这是第一段。然后再来1196页，最后两行，于是起二。所以呢，他就举例说明，
与所要决定尽忠起欲圣洁，或者是与所要承袭尽忠起欲跟念，就是对这四个境里面可以同时起两个别境心所。然后1197倒数第六行，于是起三，可以起三个别境心所。然后呢1198第六行，于是起四，对这四个境界起四种别境心所。1198倒数第二行，于是起五，对这四个境啊，可以起五个别境心所。哦，所以这个就是窥基大师说，既然如此，在什么境界里面可以起一个别境心所、两个别境心所、三个别境心所、四个别境、五个别境心所，你们自己想一想，在这些所起的别境心所里面所起的贪嗔痴慢等等的烦恼，就都可以推理的出来。哦，所以这个就是1309页第二行啊，他才会问说，不管是五个别境心所或是四个别境心所一起起来，是可以同时起来吗？还是不行？当然可以啊，因为你看前面讲的1199页，于四个所缘境可以有五个别境心所一起起来，所以当然都可以，可以起一个，可以起两个，起三个，起四个，起五个，这样子。哦，所以到这里就是一个问答。哦，接下来第三行，1309页第三行，此中且以别境问，跟什么事一起起来，跟什么受一起起来，那为什么不问片行呢？他说不再问跟片行心所了，处作受想思了，等于这些烦恼十个烦恼啊，跟着别境五个多少起来，然后呢是什么事会起来，跟几个受起来，为什么不再问片行心所，这烦恼跟片行心所起不起来呢？啊，所以他就说问五受别非片行故，故为问也。你加几个字哦，就很容易明白。问五受，均是，通通都是别义。来，这边就是这里，苏一言写的。问五受别呢，以受具是别义，非片行。哦，片行在前面讲过了，既然片行就是片诸心起，所以这边何必还在问片行心所起不起来呢？都会起来啊，所以要特别问的是那种跟五受啊，就是你烦恼跟五受跟哪些受会一起起来，是特别要去问的。十个烦恼跟片行心所，那既然叫片行心所，你有起烦恼就是有起心动念，当然你的片行心所都会跟着一起起来，否则他为什么叫做片行心所呢？所以他就说问五受这个要不要一起起来，是特别问的，是别义，不像片行是通义，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他这边就不再问这十个烦恼跟片行心所之间的关系了。哦，是这样。哦，那好，那接着说，那为什么在这里不去问十烦恼跟善啊，跟不定心所的关系呢？所以你看第三行最后一句话，不问与善等性相应，以后必问前，故前不问后。也就是说，接下来你看生六科判第五行的科判，不就开始讲十烦恼跟三性之间的关系了？都已经接着要讲了，
你干嘛这边先问呢？所以后必问前，你放在前面，你不要问后面的，因为后面他就自己会说，因为接着就要讲三性分别门啦、啊，所以不要去问光十烦恼跟善性不善性相应不相应的问题，因为后面就要讲了啊，所以他才会说后必问前，前不问后。慧基大师写的这么明白了，疏一眼只是怕我们啊看不懂，说不问与善性相应者，因为善是跟烦恼的染是相违的，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还是有啊，啊还是可以说啊，所以他多这句话是多余的啦啊。其实主要呢，人家慧基大师主要是要讲后面这段话啊，所以呢，你看后必问前，如别尽四等，并五受片行，前面讲过了，啊、哦，所以将后烦恼问前，啊、哦，这个烦恼跟前面之间的关系，啊、哦，然后呢，十烦恼何事相应等，啊、哦，都跟前面有关，啊、哦，那前不问后，例如说讲不定心所，有没有问十烦恼跟不定心所关系？没有，为什么？因为到不定心所那边再去说就好了，所以后必问前，前不问后。好，那问了，那你后面还要说明什么？就不需要说了。所以他特别举例不定心所四个，还没有讲，在后面会说，所以像现在就不把这个烦恼对不定心所去。问相应不相应的问题，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哦，你知道这段话我搞多久？这下秘书，那下秘书啊，你们听我这样解释，哎，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罗时宪的白话，都要靠自己去推啊。这还好，现在慢慢对慧基大师的文字用词的习惯有一点熟悉了，才比较知道。更何况疏一眼，都也知道我们会有问题。你看我看不懂的地方，他就一定会有注解。可见他可能刚开始跟我们一样，所以他才会特别去做注解。好，以上到这里就是十烦恼跟别尽心所相应不相应。很简单，它就只有两行哦。哦，你要记的话就很好记，贪嗔痴慢，跟五个别尽心所都可以起来，疑跟五见，只能够跟四个，因为疑一定不会跟圣解，那五见一定不会跟慧，这么容易记。哦，好，那接着呢是这十烦恼，跟善恶无记性，啊、哦。那你看哦，一开始就跟你讲1309页最后六行哦，嗔唯有不善，嗔一定是不善，理由是损自他故。那其他九个可以是善，可以是无忌，与九通二，这三性里面哦，它就是可以是善，可以是。恶是只有嗔，贪为什么不可以是善？请问贪为什么不可以跟善？贪佛法，贪不可以是贪佛法吗？贪佛法不是善吗？我贪布施，对呀、啊，我贪布施啊。上二界的烦恼不算恶，上二没有称，嗯，对，
No, 你现在讲的是十烦恼，你把喜抓进来干什么？不要乱背，那个是五受。现在讲的是贪嗔痴慢疑五见。现在就是说贪跟痴跟慢，它可以是善吗？所以这个为恶，通恶，这个通恶是通善无忌，还是通善恶？所以没有善，那就跟嗔一样，干嘛嗔？嗔特别提出来，也就是说，嗔只有不善，没有无忌。你的意思是这样？嘿。跟无忌，哦，是这样哦，没有善哦，没有善，因为你他讲两个嘛，对，那你就三性里面挑两个哎，对，你怎么可能挑善跟无忌呢？那是烦恼啊，那到底是善无忌，还是呢不善无忌？我们看那个观心法要，藕益大师，哎，应该是在第六卷，在第六卷的最后，这是谁烦恼？哎呀，太后面了，嗯。答案出来了，对，通不善跟有负无忌，对，这样透过这样讨论，我们印象就深刻了。哦，所以与九通二，我们慧济大师认为。这大概就是这样啊，还需要做解释吗？所以你看他没解释，他没解释，他认为本来就应该是不善跟有负无忌这两个啊，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你看他只有写与九通二，此总言也。哦，那下面的话1309页倒数第三行。你先去看他的科判哦，虚二，总解色无色系九惑三性差别，色界无色界，善恶界，这九个为无忌。如果三性来说，色界无色界的其他九个，因为嗔痴一定是不善，然后呢，色界无色界的话，不是不善。为是无忌，善恶界者为无忌色，定所服故。哦，那欲界呢？1310页，1310页第一行，你看它的科判，别解，所以前面是总解。总解的话，就是说色界无色界不必再说了，就是无忌而已。可是如果欲界的话，有的说，所以欲界要别解。怎么别解？分别起，俱生起，无共款。哦，分别起，俱生起，无共款。所以你看，若欲界系分别起，为不善色，发恶行故，为不善。可是如果是俱生起，也会发恶行。也是不善色，损自他故。除了这两个比较特别之外，欲界其他的烦恼起来，都属于无忌色、无忌性。所以你从后面的说明，你就发现，真的就是只有不善跟无忌。
只有不善根无记啊、哦。那为什么说其他就叫做是无记呢？因为它细，它不障善，算是无记，还有非及损恼自他处，所以算无记啊、哦。那尤其是身边二见，具生起的身边二见，当知具生身边二见为无记色，为是无记性，理由不发恶业，虽然它速速现起，它不会障善业的升起，善心的升起。有身边恶见，那是具生的，具生的身边恶见，所以速速现起。但是呢，有身边恶见的凡夫众生，不竟然就不会起善心造善业。所以身边恶见只有无记性。可是如果是分别起的第二行，分别起的身边恶见，那就不是具生的身边恶见哦，是具是分别起的身边恶见，因为发恶行，所以不善。那就算是具生起的啊，还会发恶行，那也属于不善。这样子，所以有烦恼贪嗔痴慢，不要以为有善法欲我贪求佛法就叫做善哦。他三性里面没有善哦，没有善，只有不善跟无记。那嗔更是只有不善，连无记都没有。所以你看1309页最后一行，在上二界定为无记，不问具生起分别起，都是这样。好，那么苏义演这边有补充说明哈，上二界余久烦恼在上二界由定在所伏，所以是属于无记。可是如果是欲界系，等于他等于把我们后面先都先整理出来了哈，欲界的啊贪等九法分别起为是不善，发恶行故。所以集论第二卷讲自性不善，就是他本身就属于不善性。不善性，除染污意相应，染污意就是第七识啊，除了第七识相应啊，即无色界无色界烦恼等所于能发恶行烦恼随烦恼，所以说它不善啊。那么杂集论第四对法第四说，欲界系不任欲起者是不善性，不任欲起就是分别起啊、哦，所以课本写的1310页的第二行，分别起的是不善心。那如果任运起就是具生，能发恶行也是不善，其他的都叫做有复无记。所以偶义大师直接就给你写，那个恶就是不善跟有复无记。啊、哦，那九烦恼中疑后三见，疑跟后三见，你说那为什么身边二见不讲？身边二见就是无记性、哦、所以疑跟后三见为分别起，一定是分别起。贪嗔慢、贪痴慢嗔、不说、贪痴慢三个分别起具生起、分别起的、疑等三见同不善性啊。那就具身中发恶行的也是属于不善心，虽然是具身起的，但是会让你造恶业的都叫做不善心。那如果具身起的不发恶行的才能够算无记。所以论为什么说啊剩下都是无记色，理由就是细不障不障善，它很细不粗，不出造，然后呢不会障善心的起来，善业的起来、啊、最后才特别去讲啊，身边恶见啊，为无记色，为无记哦，不管是具身是分别哦，
为无际哦，那嗔只有在欲界有，所以无问俱生分别为不善色，不特别再去分别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成慧疏论的文，我们看那个数据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1310页第三行，那欲界要分开说，分别起的为不善，一向发恶行故。1310页第三行哦，对法第四出啊，刚刚讲了啊，杂集论里面的第四卷，同时说啊，那俱生发恶行的啊，所以第六行，俱生者有恶，发恶行的那也不善。你说他不发恶行呢？不发恶行呢？无忌嘛，所以他才会写说俱生者有恶。俱生者有恶，所以他用个冒号，我们还以为说那有一个发恶行的不善，另外一个呢，其实不太应该用冒号，因为你用冒号，我们就想要找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他只是在说明俱生的有两个，发恶行的是不善，那不发恶行的那就是无忌啦，这样的话才不会误会，你用个冒号就会让人家误会啊。然后再来嗔性定然，嗔那就没话说，一定会发恶行因为嗔不管是分别起是俱生起都一定是不善的啦那余三少分损自他那个余三少分损自他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后面于无忌色那一段的接着下来的那个数据的时候，唯除嗔，嗔不去讲，嗔一定是不善。二见定为无忌色，身边二见那余三一分，那余三是哪三个？来书一眼这边，他干脆把两边的余三少分损自他，余三一分写在一起。贪痴慢俱生的这一部分，如果呢他会发恶行损自他的，那也是属于不善。那一分任运不发业的，那就无忌性；另外一分呢，就是俱生的，它不会造业的；会造业的，就会呢发恶行损自他，属于不善；俱生的不发恶业的，不发业的，属于无忌性。理由四个理由：第一个系为系，第二个不障善。第三个，这个非己损恼自他，请看课本这边，余三一分，一有为喜，二不障善，善未也起，如第七四句者，三非己损自他，四是哪一个？速现行故，这个是《瑜伽师地论》58卷里面的。所以加上这个就是四个，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成慧疏论没有写这个，成慧疏论的文只有写系不障善，非己损恼自他。可是如果加上58卷的速现行故，虽然速现行，但是呢，它唯系不障善，非己损恼，所以算是无忌性，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说，如果他不发恶行，虽然他是俱生，他不发恶行还是属于无忌性，会发恶行的那就属于不善那58卷其实他只有写到呢俱生萨迦耶见，他没有写边见，俱生萨迦耶见为无忌性，速现行故，非己损恼自他处，有这句话速现行故。
出现型就是常常起来，我们常常有那种深见啊，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不明显啊，所以倒数第三行，从显二见为无记性，身边二见为无记性，理由一样，不发恶业，虽速现行不障善。这时候把那个虽速现行的理由写出来了，可是前面没有写，前面只有写系不障善，但是有一个系，后面这个具身身边二见没有系，所以才会说可以这四个一起通通在一起。其实陈维素论的注解到这里就结束了，倒数第二行的问答是窥基大师另外自起一个问答，特别讲的是身边二见。他说身边二见有没有分九品，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呢，思惑品数9981品，九地各有九品，每一地都各有九品，所以9981品。那身边二见是不是一样可以有九品？第一个答案没有，没有九品之分，就是只有第九品。第二个答案是可以有，如别超会，别超就是大乘法院10章。可是呢，这样简单讲完之后，前解为胜，还是以没有指第九品为胜。可是如果是后面有，也不是错，才会说若如后解，如色界无记法体有九品故。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那么这边呢，就是1310页最后两行啊，讲到呢说这个身边二见啊有没有分九品啊，两个讲法，没有，只有第九品，所以不分九品，或者是有啊，那么他说前解为胜啊，没有分九品啊，就是只有第九品。可是如果是后解的话呢，他说也可以说得通，如色界无记法体有九品故。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法院译林章啊，有这一段的说明，烦恼障中除第七世所于六世三界九地各有九品9981啊，然后见到识惑九品定然啊，在见到那边的十烦恼九品定然出息具故啊，出息义故一定不一样。可是具身的六惑断其不同，身见边见即使相应为第九品，就是这里啊，这是合乎第一个讲法，没有分，只有第九品啊，九地而论，但有九品，然后呢，称为一地九品，啊，因为只有欲界有称，啊，那其他的独陀、贪慢痴等有81品，地各九故，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没有分九品，只有第九品，有这么一段，啊，可是呢。九地各有九品，不是9981，都就是只有第九品这样子啊。那么书一眼这边就比较多一点说明，前解为胜为什么是第一种没有分，就是大部分的论诸论多说此见在第九品中设，没有分九品，就是呢一地就那么一品。一地一品啊，所以本来是9981，他但是呢他这个身边二见就是只有九品，不是81品这样子啊。可是如果我后面呢有九品啊，若准后解，且得如无色无能智道上有九品，无色界无能智道上有九品，何况二见不得有九呢
啊，又第七宗见，这个第七宗见是不是我贪我见啊？那个我见啊，那个我见上既有九品，何况二见呢？啊，所以疏一眼这边讲的这些目的就是呢，哎，取货。那人家明明窥基大师说前解为胜，他却认为呢，啊，后面也是可以的，啊，是可以有分九品的，啊，然后眼密，他就比较客观一点，啊，如果后面讲这句话，啊，如后解字提有九品者，两个意思，第一显后非，第二明后是。说后面那个解释是错的，第二个解释是后面那个是对的，所以我才要说他比较客观的讲法。如果说后面那个是错的啊，如色界等烦恼无际，体有九品，九品别断，我见九品为什么一品除，除即一品，名无九类，可见没有九品啊，就是断就是断那个，所以没有酒类，啊，这个是说，哎，后面那个错，啊，所以等于呢，他说，如果照这样的讲法，1311页的第一行，如后解如色界无际法体有九品故，那这个明明就是可以承认有啊，哦，所以他说呢，第二名后是，哦。后面那个有九品的也可以说得通，如上界惑体虽无际得有九品，我见有九品有什么相违呢？哦，那么又经书断且随一向，书上下文见以九品为类说也。哦，那为什么我说，哎，那个别抄可能会是这个有所会通呢？就是这里断章篇这边81品类别断，等一定有81品，包括身边二见也是有这样子。此一见次二圣者断，即一生断的讲法去说。然身边见等，当地球品断时，余各九品断。哦，只是特别强调。啊，身边二见第九品断的时候，其他的九品也断，各九品断。啊，这是第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一定有81品，等于连身边二见也可以分9981。啊，是一的见次二圣断跟一生烦恼凡夫断的讲法。第二个，随其凡位已服多少。后入见地见道俱断，不服不断已分品数，入见以后便次第断。哦，其实我没有看得很懂，哦，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你在凡夫位修禅定的时候用禅定服多少，虽然还没有见到位，还没有见地得见到位，但是呢你还没有得出果见到位之前，你就用禅定能够服多少就算多少，所以这时候当你一入见到位，你就可以断到多少了。我的看了解这一段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入见以后便次第断。啊，那么第三个说法是九地合为九品来断，如同欲留果数三界九地一切烦恼总为九品断。取无学果就不需要断81品，就等于一地呢的九品就当成 一品，所以三界九地就是总为九品，断掉就得无学果了，顿超越故。哦，第四个讲法，三界九地合为一品断，那是大圣的金刚心大圣断位，一断一切断，十地因中不断惑，那就是天台讲的流惑润身，流惑润身之类的，哦，福惑行因之类的，
都完全放到金刚心、金刚预定那个时候一段一切段啊，这个我们就不考虑，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啊，而是第三个跟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的说明，就是在说明说，身边二见也不细分九品，不细分九品，最重要的就是呢，你把它当成一品，那是第三种。整个一地就是一品，整个一地就一品，这是第三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哎，你在凡夫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用禅定浮，已经浮掉了，浮不让它现行。所以当你入见道位，见到这个四谛真理的时候，啊，见谛见道俱断。所以不是浮断去分品数。可是如果是入见道位之后，啊，再去讲次第段这样子，入见以后变次第段，啊，入见之前可以先浮下来，啊，这个就有别于我们对天台的说，但实际上天台在那个《施教与集诸废夫逢记》里面也有讲到一些，啊，什么抄什么抄的，哎。哎，讲什么抄什么小抄大抄大大抄的那个，哎呀，哦，所以是等于他在房屋的时候，他已经呢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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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取三果，啊，哎，离开欲界的，然后证得见道位之后，他马上就证三果，哎之类的这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不分九品，啊，身边二见不分九品，也说得通的。哦，这很麻烦，啊，每一个人的修行状况不一样。那只不过呢，是窥基大师呢特别去讲到色界无记法的体性，啊，可以有九品，所以呢。这个身边二见也可以有九品，这个是我们比较看不太懂的地方。好，这个是，哎，三性，啊，因为这个根本不在讲这个啊，人家在讲是善性、不善性、无记性，突然弄出一个问答，增加我们的麻烦，真的是。好，再来。131页，此十烦恼何界系也？这十个烦恼啊，那算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九地里面啊，在哪一个啊？所以这个叫做界分别、界地分别门啊。好，你看131中间称只有在欲界，其他三个啊。啊，不是其他三个，其他九个，对不起，其他九个通三界，因为称唯有不善，只有在欲界有，色界无色界没有，啊，色界无色界八地没有称，只有欲界有称，啊，那其他九个就可以三界都有。那接下来呢，科判你要注意看，虚二。上下相喜嘛，因为那个第五行虚出称或为欲门，称这个烦恼只有在欲界，其他的既然通三界，就分成两个讲法，虚二上下相喜门，虚三在1316页，上下圆别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相喜门。上下就是上下下界的欲界跟上二界的定界，哦，那可不可以一起起来呢，哦，所以这样叫做上下相起门，哦，那可是如果是 上下圆别门，哦，那可不可以圆上界的下界，可不可以圆上界的？上界可不可以圆下界的？所以你看1316页一开始就总说跟你讲，贪可以圆上，
也就是说你在欲界，欲界的贪烦恼可以圆色界无色界的。为什么？他就举例说明愚且等说欲界系的贪会求上帝身为上定故。他想要贪求上二界的那种定的乐啊、喜乐啊之类的这样，所以他的科判上下圆别门就在讲这件事情。下界可不可以圆上？上界可不可以圆下？哦，那上下相起门就是说，那在下界可不可以生上界的烦恼？在上界可不可以生下界的烦恼？可不可以相起？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两段在讲这个十烦恼啊，在哪一界系，主要是只讲两段。好，那1311页回来，上下相起门，首先你看他的科判还出，就跟你讲得上根本定时起啊。所以怎么说，你看他的论文，身在下地未离下染，上帝烦恼不现在前，你是欲界，色界的烦恼绝对不现在前。那什么情况之下你在欲界可以有色界的烦恼现前呢？要得彼定根本定，你要得出禅根本定，你才会有出禅的烦恼现前，彼地烦恼容现前故。如果你没有出禅的根本定，你不会起色界出禅的烦恼。即使你有味道地定，出禅之前的味道地定都不会升起出禅的烦恼。哦，所以第一个科判天出见位置定位不起，简就是简别，就算你有味道地定，出禅之前的味道地定，你还是不会起出禅天的烦恼。这样叫做见位置定位不起啊。所以这一个你看倒数第四行，止断第二上下相起门啊，得上位置定，就算你有出禅之前的味道地定，你已经得到了，所以用个上，就是你是欲界，世界对你而言，出禅对你而言是上，就算你有色界出禅的味道地定，未得起上烦恼，即未自定不通有染。你要有根本定，你才会有出禅的烦恼。哦，这个就是疏一言解释这句话，论文句云得根本起上烦恼，不说在未自味道地定的时候得起上烦恼，应该要这个要拿掉啊。哎，为什么没办法得起上烦恼？哎，不说在位置得多三了是吧？没有啊。哦，啊这样子啊，这样哦，不说在位置得起上烦恼。哦，没有，所以这样叫做位置不通染，意思就是说位置定是定前的方便加行为，大圣此位皆无散心，又无荣誉，不起烦恼。若得彼定，得荣誉心，才会起烦恼。你还在加功用行呢，没时间起烦恼。对。有预先的意思，有那种宽裕的意思啊。哦
所以你看一三一一，最后四行最后三个字，此中唯言得上根本定，方其彼地烦恼等故。对我们而言，我们哪里会有需要去认识这个？不要说是根本定，连味道地定都没有，所以我们都不会烦恼。在那个状况之下，会不会起烦恼？会不会起初禅的烦恼？我们只担心说那欲界的烦恼还不会起来。欲界的烦恼在味道地定的压服之下，可以不起现行。但是呢，那上界的烦恼呢，也暂时不起现行。因为还没空起来。好，那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也只有窥基大师自己才知道 这些维系关键。他说照你这样说，倒数第二行，若尔，假设他修定修修修到味道地定命中了呢，不入根本定就命中了呢，若为必无此者，照你说呢，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起烦恼必得根本定，或退方命中故。我第一次看说有这么奇怪要么你就要得根本定你才会死，要么你就是要退出根味道地定你才会死，结论是这个。你的功夫到味道地定，然后呢时间到了你要死了，没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没有去讲这个一般的定的状况，你味道地定得到了，可是寿命尽了，这时候只有两种状况，你先得根本定，然后呢你死后就到初禅，第二个呢是你退定，你那个定一定退，你才会死。这样子。自己退。因为你的业力关系，你一定要死了，所以逼得你的味道地定也就退了，你才会死。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修修修修有一点定了，结果只是味道地定，以为自己一定到可以到色界天去，不一定。有没有可能去？可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是窥基大师说的。对。不知道。因为他如果很肯定自己可以去，代表他一定有禅定了，而且他的定有根本定。对，不需要出窍了。为什么一定要出窍？对，因为他有禅定的功夫，他会有。对，但是呢，要看他的根本那个味道地定浅或深呢。浅的话那就不知道啊。好，掌中书要在这边，要得根本定烦恼方起，有一位置断欲九品矣，欲界的九品或断了，但是不得根本，命中还没有到根本定，时间到了命中，问说此人以何现行润身，用什么样的现行或去让他有下一个生命。有解，没有这种状况。另外有解，可以有这种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就是窥基大师的观点，没有这种状况，必得，一定要得根本定才命中。所以没有不得根本而命中的，他就举例如同已经是第七生出预留果出果
到第七生他必定得阿罗汉，没有命中不得应果者，所以以此类推，他必得根本定才命中，不会呢不得根本定，只有未到地定就命中的。理由就是这个啊，就类似这个啊，他的一种那种定力趋势啊，必然的趋势啊。最后一生，最后一生，再怎么样，他不会再有第八生了，这样子，哦。另外一个呢是说，可以有这种状况，这时候靠什么去润身？随眠，就如同见地以随眠，也有现行润身。这个是掌中枢要的写法，窥基大师的玄奘要集。法华经玄奘要集，哦，刚好有讲到这个，此外之人必无命中者。两种状况，要么他得根本定才命中，要么他退失定才命中。哦，他不会在未到地定的状况下命中，似乎一生禅随眠润。随眠力量去润他的下一生，哦，不管他有没有根本定，或者是呢退失未到地定，哦。第二个讲法，用上帝种子润 下地的种子，成备则弧现无力故，虽说一生禅及随眠润未必皆耳，如说见地基唯以种润，不妨出二果人一通先论，咚咚咚咚，看不太懂啊，不妨出恶果人一通现行润身了哈。虽有此说，前解为甚。所以窥基大师还是强调第一种说法啊，所以呢，第二种看不太懂，我也就不太管他了。总之，窥基大师的意思就是呢，未到地定的人不会用未到地定而引申下一世，要么他就是一定会得根本定，升到色界去。要么就是他一定会退定，还是在欲界里面混，退定之后才命中。现在的那个数据也这样写的，他也是用这样的观点，还是强调就是这样子。哦，好，那么最后一行又解，当于此时，什么此时，就是你还在欲界里面，还没有得根本定，哦，还在欲界里面，还没有得根本定，啊，欲界烦恼未究尽乎？若皆断尽，方得起上，不是未到地定可以起上面的烦恼，哦，所以出地啊，不是出禅，出禅天的烦恼，出禅的烦恼。你一定要得出禅根本定，那个出禅的烦恼才会 生出来。无有染污第九品时入根本定，以断欲九品尽，得起未自获，方自在故。所以这段呢，我又看不太懂了，所以赶快看书一眼。他说这个啊，又解当于此时为。此时等者，就是你还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哦，这时候欲界的烦恼于此位中未究竟弗尽，哦，还有就还有，哦，那你一定要没有染污的第九品，你才能够入根本定，你弗不尽就不得往上的根本定出禅，哦，所以此解未到地定中有染，跟前面的讲法是一样，只不过呢就是多一点说明，哦，那么于此中得起上烦恼否？不得起上烦恼，因为那个上烦恼是上界系，啊，那既然说那你这样问，那服什么惑，啊，可以服俱生惑，不服分别惑，
好，那下面那一句无有染污第九品时，已断欲界九品尽得起，为什么方知在故啊？所以演说这段话别意也，意思就是说没有欲界的第九品或在，而能入根本定，而起未知惑，要欲染尽气，入根本方起。什么意思啊？你要入根本定，欲染尽，你才会有前面的未到地定的惑起来。所以你看哦，已断欲九品尽，课本的第一行，已断欲九品尽，得起自在惑，方自在故。若由是若有第九不入根本定者，也不能起。凡圣皆有位置在故，他就举例说明，求王位，那个求王位就很努力在追求王位，就好像你在修家行的未到地定的时候，位置在时。不作恶故，不敢作恶。已经得王位了，自在，可以自在了。这时候王位是我的，我想干嘛就干嘛，就可以造恶了，就起烦恼造恶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呢，你在未到地定的家行状况当中，你连未到地定的那一个烦恼都不得自在而起。因为你那个烦恼还没有断尽，所以你还在加工用品。可是如果你到了根本出禅、根本定之后，这时候就会起烦恼。所以会起出禅的烦恼，未到地定不会，未到出禅之前的未到地定不会起出禅的烦恼，一定要得出禅以后，你才会起出禅那一地的烦恼。他的讲法是这个，这个婆娑，他说毗婆沙论里面两个说法啊，未到地定无染，第二个未到地定有染。可是没有正文，显阳第显阳先教论第二卷浸染无漏定中细刊也没有正文，都没有这样的说法。那没有这样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在未到地定会起上界的烦恼的说法。但是到底有没有？因为未到地定还是属于欲界的烦恼没有断尽的状况，所以他没有可以起色界出禅烦恼的时间空间。简单的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可是下面那一句，我本来。看说我前面大概看懂了，也就是说不管婆娑论或者显阳圣教论都没有很明确的文去证明这件事情，或者是说都没有文字去说明说有染，只能够说明未到地定无染。所以细看无知就是无染，无什么？没有色界的烦恼。可是大概我了解到这里，为什么突然抛了一句话？这边说起烦恼为定烦恼，不是生烦恼，或者是业通生烦恼如片场。我本来就说，这段到这里 OK 了，下面就是另外一段了。结果仔细一看，这一行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哦。那么请看眼密这边的说法，为定非生烦恼者，润生时起叫做生烦恼，
或生彼地所起，也叫做生烦恼，非经所说。除此，于时但缘定起，都叫做定生。如片常见，因定后起，名定烦恼。不是分别的，因为他要现在要解释的是说，是起烦恼，不是生烦恼。哦，关键在那个生烦恼跟起烦恼，因此他要先解释什么叫做生烦恼，是润生时起，或者是呢？生到那一地之后所起的烦恼才叫做生烦恼，所以这边说的是起烦恼为定烦恼，不是我看应该都爱搞这些文字游戏哦，我现在会端着哦，你看那苏一眼的讲法或许还好懂一点，定烦恼甚得彼定矣，得定之后再起烦恼，而爱未所得定等也，这个是定烦恼。如果是生烦恼，及其生之祸，生在彼地所起的烦恼，所以才会说未到地定起的烦恼是起烦恼。那如果要说生烦恼，那得要到初禅才会叫做生烦恼。是，搞不懂啊？没有错，是啊，我是说，干嘛要弄得这么复杂呢？哦，另外一个讲法，润生是真的，你已经到那里了。业力所润的，然后才生出烦恼，那个是生烦恼，但不缘定而起爱畏。例如执梵王，啊，执梵天王那种大梵天王那个境界，起我见等，都叫做定惑。依眼密的说法，比较殊胜。啊，还有一个了义灯，你说你怎么可以查那么？啊，那个集成篇，集成篇就告诉一直引，我就抄，赶快把它找出来，看看能不能多了解一点。你看下起上中身，哎，下起上中的身边二见，在下界起上界的身边二见，是定烦恼还是生烦恼？了义灯这样的问法就。哦，原来定烦恼跟生烦恼不同款啊，两个解释是定烦恼得速住通或是天眼通，见彼梵王执我计长，即是定烦恼这一类的。那如果是生烦恼，此于他生其此二见，是彼身内，所以这样叫做生烦恼。然定烦恼为分别起，生烦恼分两种。你刚刚问到重点了，就在这里。分别起的啊，可以是定烦恼，可以是生烦恼。那如果是生烦恼，那如果是定烦恼啊，那就只有分别起。生烦恼有俱生起。所以这个就是他要终于要说明说，现在讲的根本定会起烦恼，那个是生烦恼。可是呢，陈维书论讲的未到地定啊，未到地定会起的烦恼，只是起烦恼是定烦恼。在未到地定里面起的烦恼，
这个叫做定烦恼，起的烦恼是这种，它不是生烦恼。哦，那如果是片长等因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啊，它是生烦恼也是定烦恼。然后他特别说明说，说它是定烦恼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到了那里之后有那样禅定，你有宿命通或是天眼通，就看到说大梵天王他执着我常住，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定烦恼，因为你还没到大梵天王境界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啊。那你要生烦恼，你必须一定到那个位次。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成唯识论》文讲的，要得彼定根本，要得彼地根本定，彼地烦恼融现前，那种生出来的烦恼是生烦恼。所以你在那个未到地定有没有烦恼？有烦恼，有染，那种烦恼叫做定烦恼，起烦恼不叫做生烦恼。阿妹，原来他后面这一段话就是要区分这个，所以即使婆沙二说显扬第二都没有很明确的文字，但是成唯识论把你很肯定的说出来这样。哦，那至于下面呢，我就没有准备资料，但是你可以先，我们可以先看，你看哦，诸有漏道，有漏道就是还不是无漏的哈，虽不能除分别起惑跟细的俱生烦恼，但是它可以除除俱生的粗惑，让自己慢慢的渐次证得上根本定。哦，所以它可以除那个俱生的粗的，虽然是粗的，但是它属于俱生的。理由何在？就是彼但迷是依外门转散乱出动正障定故。哦，所以这个他的科判写，你看有漏道非顿伏渐次，一步一步的上去。哦，你用有漏的禅定，你慢慢的伏，慢慢的伏，把外面的比较散乱出动的东西给伏掉之后，这时候一三一三才说，当你得到彼定的时候，那一地的分别起俱生起都可以起来，否则你还在浮的时候，分别起跟细的俱生是你浮不住，你只能够浮住的是俱生的出货，让你呢往上得，比如说欲界未到地定，让你得出禅定。可是当你得出禅定的时候，出定的出禅的时候，这时候出禅里面的俱生起分别起的烦恼就都可以起来了。你所能够扶住的啊，只是你前面的那一些烦恼，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你所能够扶住的就是欲界的烦恼，连色界出禅的那一些烦恼都还没有现前，不会现前。可是倒过来说，一三一四页啊，第四行，身在上地，当你升上去之后，下地诸惑不管是分别起俱生起都可以现前。那你说都可以现前，那我得禅定干嘛？你总会有出定的时候啊。哦，这是我的理解，但是细的还没有，我就准备到这里而已了。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哦，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